大家好，刚才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发现这里啊，路边死了一只蛇，不知道是不是什么，好像是车压扁的哦，应该是骑摩托车从这里压扁的，好像是一只落地头啊。放在这路边也是挺吓人的，因为这里啊，每天都有人从这里经过，特别是怕吓到那些小孩啊，那些小学生啊，因为这里是我们村子里读书的人经过的必经之路。现在呢，我想办法把它处理掉，我看一下怎么弄啊，把它埋起来吧。如果这样乱扔的话，人家也很容易看见的话就很吓人。我找个地方把它埋起来。扔到这一边放了，我就找个锄头来。这只蛇我看也是蛮毒的哦，它的嘴巴都张开的，如果不埋掉的话，就放在路边的话，它嘴巴张开了，特别是那个小孩，很容易吓到的。我今天呢就做一件好事来，就埋在这里吧，把它埋起来好一点。埋深一点。好了，差不多够深了啊。这只蛇头是尖的哦，哇，挺吓人的，我都看见有点害怕。可能有50多公分长吧，大家看看是不是？埋起来做个好事吧。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啊。如果你们遇到这种事，你们是怎么处理的？我是没办法把它埋起来，做一个好事吧。好了，就先埋在这里吧。要多搞点泥巴上去。我也不知道这样埋的行不行了，有没有影响啊？埋在这边，如果直接扔到那个田里面，我肯定也是不行的哦。这样做我也不知道对不对。如果我不埋掉的话，直接放在路上的话，它刚才呀，它那个嘴巴又是这样张开的，特别是晚上啊，很容易吓到那些老人跟小孩。我们年轻人还好一点，因为那些老人呢、啊，他在里面在外面耕田呢、啊，都是很晚才会回来的，看见这个蛇挺吓人的，我怕他们吓到啊。我这样做对不对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探讨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